来，伊蒂之屋口红来咯，它有滋润型，有那个就是哑光型，哑光型是 RD， 滋润型是 OR 啊。第一支颜色薯条番茄酱，哇、wow, 这支颜色是番茄酱的颜色，这支颜色好漂亮哦，这支颜色真的你们在夏天的时候使用，所有男生会爱上你的颜色，会觉得你好可爱，好想要接近你，而且它会让你的嘴巴没有唇纹，而且它会让你的嘴巴看上去很透，很厚，很透，很透，透亮透亮的、嗯、很透，新鲜感十足的一支口红哦，啊，好鲜嫩哦，好新鲜哦，这个感觉像一个真实的番茄在里面呢，而且嘴巴一点都不会干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嘴巴一点都不会干，一点都不会干，这支颜色来下一支吧，403哑光403，它死扣的包装也很漂亮的粉色，然后是一个是那种金色的那种包装，然后一边是粉色的哑光，很好看，来我们哑光看看这支颜色，这两件颜色买它，冰雪小辣椒，这个哑光真的好舒服哦，它比植村秀的哑光还要薄，我真的没有说假话，小助理，我对这个品牌现在刮目相看，你涂它质地很舒服，它的哑光比植村秀的哑光还要丝还要薄，质地超舒服，哇，这件色真的巨美，哦，这件色好好看，哦，就随便你是什么年纪的人用它都可以，小女生用它也好看，然后那种成熟的姐姐们用它也没有任何问题，这支颜色 unbelievable， 非常美，而且很温柔，很好搭衣服，很日常的一支颜色，特别日常的一支颜色，天哪，我的嘴巴是什么小红书啊，来厨房给我打个灯好不好，我给你们看，近点给你们看这个嘴巴，天哪 ，Oh my gosh， 美不美？美不美？这件色它会比吃里更加的偏粉调一点点，它没有那么的棕红调，吃里会有一点点偏什么？偏那种土棕色的感觉，这件色会比较偏粉一点点，这个有点像那种桃子的颜色，桃红色的感觉，这件颜色有点像那种桃红色的感觉，好好看 ，so beautiful， 来下一个。303叫做幸运吻，上一支是什么？幸运吻，我说一句实话，这支颜色我不推荐大家，非常的常见。幸运吻这种颜色是非常常见的颜色，你不用去买这支颜色，就是虽然便宜可以买，但是这支颜色没有 wow， 就是相当于他们家品牌最好看的颜色不是这支哦。而且这支颜色有点是好看的，但是这支颜色有点挑人，皮肤白才买啊。这支你看，它要皮肤白才能买，它有点偏粉调，它不是那种超级超级红的颜色，它会偏粉调，偏粉调，这种颜色有点难驾驭。你不是那种超级超级白的女生，幸运吻不要买，好不好？西瓜色，太韩国了，太少女了 ，no， 太韩国了啊，真的。感觉就是真的韩国女生会用的这种色系，不行 ，sorry。来，我们下一个复古之路，复古之路203号色 ，no， 下一支，我想要红，我想要红，看一下，美的这支颜色。这支颜色好看的，但是这支颜色皮肤白的女生用，这支颜色好看，但是白皮用，白皮肤用它，这支颜色非常美，就是仙女哦。还有下一个柚子茶啊，不行，柚子茶不行啊，有两个303，有两个303，来吧，最后一支苹果红，很美，这一支特别显白，这一支特别显皮肤白。三支颜色我推荐啊，我推荐三支颜色，这支颜色特别显皮肤白，哇哦，这支颜色很显白哦。来吧，我来推荐一下三支必买色吧，好不好？两支颜色超美的两支颜色，第一支，这个是薯条最佳伴侣番茄，这支颜色超好看。第二支冰雪小辣椒，冰雪小辣椒是最美的一支颜色。这个会不会很像吃里啊？
它比赤梨要红，它没有赤梨那么棕。这支颜色谁涂谁美，真的。就赤梨色系那种。这支颜色我跟你说，它会炸今年，只要有人推它，它会炸。好看。这支颜色，他们可能会卖100万只，全中国真的超好看，冰雪小辣椒。